透过工艺义卖，让民众沉浸在艺术之美。摄影会场里满满的花卉摄影，让民众透过花朵的摄影照片，能够观赏到美丽的花朵不同的风貌。而这次的摄影展也结合了公益团体义卖，期望能够呼吁大众一起做爱心。当我从一楼走到地下室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心情就豁然开朗，因为看到这些画真的是很舒服，所以刚刚才知道这是陈琳的先生拍的，绝配。因为陈琳呢热情如火，然后他先生呢心中充满了爱，真的是绝配。对，所以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哦。一走进来真的很舒服，因为我的心中也充满了爱，才会觉得很快乐、很舒服、很幸福。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啦。然后，老师他是自己主动联系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可以跟几次聊天之后，我们才知道说，老师有这样子的意愿跟这样子的爱心，能够愿意在支持在吸烟的事工上面。举办爱心摄影展，以摄影作品募集社会各界的爱心，一起帮助弱势民众做最美的艺术疗愈。如此善的循环，爱的延续，让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朋友们都深深的感动。时方新闻郭义文、陈一上高雄采访报道。